一说到宋朝，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是经济文化上的极大繁荣。可这一派繁华掩盖不了宋朝军事硬实力的疲软。五代十国100多年的军阀混战，给中原百姓带来了数不尽的灾难，也给后来掌权者蒙上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到了宋朝时，掌权者们极大地削弱了武将们的权力，这种矫枉过正导致了从朝堂到地方普遍重文轻武，使得两宋对外战争中经常处于弱势，最终造成了北宋靖康之耻和南宋崖山之战的惨痛结果。可纵观两宋历史，还是有这样一位既有胆量又有眼光的皇帝，在位期间打赢了所有的对外战争，还收复了极具战略价值的养马地，被称为宋朝的汉武帝。他就是宋哲宗赵煦。一、少年老成的天生帝王。赵煦是宋神宗赵顼的第六子，原名赵雍，自幼聪慧，沉稳大气，深得父亲的宠爱。1805年，宋神宗病危，口不能言，只能点头摇头示意，无奈之下只好由他的生母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。就在这个敏感时期，宰相王圭向宋神宗上表请立太子。之前宋朝有兄终弟及的先例，因此宋神宗的几个兄弟已有夺位之意，找各种借口不肯就范，还没事就跑去找高太后表孝心，为夺位造声势。高太后为了稳住朝政，一方面严禁几个儿子入宫，一方面让心腹准备供孩童穿的黄袍。3月初1这天，高太后趁着重臣们入宫问疾时，一边安抚赵雍，一边哭着说：“儿孝顺，自官家服药，未尝去左右，书佛经以祈福。”还拿出赵雍抄写的《论语》给大家看，夸奖赵雍说：“喜学书，以诵《论语》7卷。”面对着又孝顺又聪慧的皇子，众臣纷纷表示支持赵雍。当天，高太后就下令赵雍改名为赵煦，为皇太子。宋神宗驾崩，年仅9岁的赵煦继位，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，这是多么熟悉的祖孙档剧本。而赵煦这个少年老成的英主，也开始逐渐地走上历史舞台。二、理念相左，祖孙离心。宋神宗赵顼执政期间，大胆任用王安石实施变法，新法触动了就有势力的既得利益，因此遭到了强烈的反对。太后高氏就是其中代表。宋神宗去世后，改革派失去了支持，早对新法不满的高太后立即罢免了支持变法的革新派，提拔了一批保守派官员，对新法意欲全部一废了之。两派人竖着一心为公的大旗，拉着太皇太后高氏这个虎皮打得不亦乐乎，却没想到却惹恼了尚未亲政的皇帝赵煦。高氏曾经问赵煦为什么在朝堂上不说话，赵煦对他说：“娘娘已处分，比臣道何宜。”还有一次，高氏曾问他为什么不换掉常用的旧桌子，他就对高氏说：“是爹爹用的。”保守派的刘志增劝高太后要教他学会辨识忠臣奸臣，言下之意是不希望皇帝恢复神宗变法。高太后对他说：“常与孙子说，然未曾了得。”经过前几件事情，高太后就知道孙子对自己和守旧派大臣很不满，因此一直到赵煦17岁，该亲政的年纪，仍不敢下放权力。三、少年天子，文治武功。1093年，随着高太后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旧党成员已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。尽管高太后屡次当着众臣面嘱咐赵煦遵循旧制，朝堂上下都已经预判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。同年9月，大权独揽的高太后崩逝，赵煦终于迎来了亲政的机会。不久之后，赵煦就改元绍圣，向天下表明自己要继承父亲变法意志的少数思想，并陆续召回张敦等变法派元老。也许是被压抑得太久，他已经不再掩饰对旧党的厌恶之心，公开表示高太后是老奸善国，将苏轼等旧党成员贬到岭南，就连已经去世的司马光也没有放过，死后的谥号都被削除了。变法派的初心是要革除弊端，强国富民。可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党争，新上任的变法派官员早就变成了一帮利禄小人，满心想的都是怎么斗倒另一派，巩固自家的势力。新的法案却迟迟没能落到实处。朝堂上党争日益激烈，边疆的战事却没有稍停，西夏反而又趁着大宋朝堂混乱，想要趁火打劫。旧党主政时期，对西夏采取了怀柔的态度，主动退还了米脂、浮屠等边寨，试图与西夏结好。可西夏态度强硬，执意采取军事行动。面对咄咄逼人的西夏，赵煦果断启用了老当益壮的张杰。张杰指出，不能一味屈从西夏，应当主动出击，才能平息西北战事。他提出扼守要地、清兵袭扰、逐步蚕食的策略，深得赵煦认同和支持。1092年，不堪张杰清兵袭扰的西夏梁太后率军数十万进攻环州（今甘肃环县）。张杰提前派出一支偏师策应，随后一边加强防御，一边在环州附近所有水源投毒。面对敌军主力且打且退，诱敌深入，西夏大军久攻未果，开始撤军。就在梁太后经过环州北部的洪德城时，宋军伏兵忽然猛烈进攻西夏中军，西夏军大败，被斩首1000人，踩踏、坠崖而死的不计其数，连梁太后都差点被生擒。经此一战后，张杰声名远播，也坚定了赵煦对外用兵的信心。随后几年，张杰利用相同的战略思路，逐步收复了被西夏占据的军寨，还一步步进入了西夏境内，在西夏战略要地建立了平夏城、临平寨两座军城。公元1098年，梁太后率领西夏军100万，实际30余万，对6座新建的宋军堡垒展开包围进攻。平夏城被围攻长达13天，久攻不下之后，西夏军只得连夜撤退。张杰派出的骑兵在西夏撤军必经之路上设伏突袭，擒获西夏将军士卒多达3000余人，还缴获10万余头牲畜。西夏的大本营也被宋朝骑兵攻破，西夏军被迫向大宋求和，最终在辽国的调停之下，宋夏双方重新确立边界。经过这几次战争，赵煦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对付西夏的方法，同时也发现自身骑兵不足的问题。为了获得稳定的战马供应，赵煦把眼光放在了河湟地区。1099年6月，北宋出兵河湟地区，宋军利用青塘吐蕃内部的分裂，迅速占据了主动位置。同年8月，吐蕃夏征首领率部落投降，宋朝正式占领河湟地区。自此获得了优质牧场，建立强大骑兵的希望指日可待。前方战事顺利，后宫里最受宠爱的贤妃刘氏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赵煦大喜，给儿子取名赵瑁，还册封刘氏为皇后。事业家庭蒸蒸日上，这是每一个男人最踌躇满志的时候。可厄运总在这个时候猝不及防的到来，赵瑁出生不久就夭折了。几天之后，心爱的女儿杨国公主也突发暴病死去。这么短的时间突然遭到一系列的打击，引发了赵煦的顾忌。第2年年初，赵煦病情加重，无法上朝。2月，赵煦驾崩，年仅25岁。纵观赵煦亲政后的内政外交，可以看出他不但像汉武帝一样性格刚毅果决，同时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。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，他用人有方，采取正确的战术击溃敌人，还能在取得优势之后清晰地发现自身的不足，不穷追猛打，而是接受调停求和。这一波操作可谓有理、有利、有节，稳定压制住一方后，利用吐蕃内讧，获得稳定养马地，为建立骑兵奠定基础。本来按照赵煦的计划，宋朝极有可能恢复汉唐雄风，可惜天不假年，这位英明果决的帝王就像流星一样消失在了历史的天空中。他去世后，由他的弟弟赵佶继位，也就是宋徽宗。他在政治上极为昏庸，最后导致了靖康之耻。实际上，宋徽宗赵佶懂事时，出色的哥哥赵煦已然被认为皇帝的第一继承人，所以赵佶早已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纵情享乐的文艺青年人设。可惜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，把他送上了皇位。而历史也给华夏民族开了个大玩笑，造成了无数人后来几百年的悲剧。